来继续来看，昨深夜十二点高准时开巷口，也就是开鬼门。好兄弟要出来人间游历一个月，真侪地头拢来办活动，像家人开基老大公庙，起灯卡来祈福。就清拍的普渡的宫灯同时来点灯，宣告讲这个中元节正式来开始。啊，新竹的神风庙嘛，伫主持来开好门，要让好兄弟啊出来佚佗。另外，宜兰传统的放水灯嘛，请来不少外国的留学生来体验台湾几啊月的风俗。金牛风腰是国泰民安，再拜。五月十四，基隆联会排规排，和巴拉圭来的学生真好奇，头一摆体验台湾俗称鬼仔月习俗，排日准备要放水灯。啊，去发上通。啊，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其实鬼月，我们对台湾的文化很有兴趣，所以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宜兰水灯节依照惯例，离开鬼门的时机行，虽然因为疫情影响缩小规模，取消采集游行，但不然保留传统的放水灯。宜兰的放水灯哈是三天一套这样子，那第一天就是放水灯，那放水灯的作用就是等于是邀请这些好兄弟前来我们宜兰城来接受人间的供奉。同一个时间，新竹新丰庙毛真侪人开好门迎接好兄弟啊，来到人世间。七月一号11点开始，我们就把这个古门把它打开。这一年只有一个月，所以这个门一打开，也就是放假开始。这场中原新丰节，去年因为疫情停办，今年是第几年？闹这个活动有真个民众烧真翕珍贵画面。家人开基老大公庙是伫农历7月7日的主持以起灯卡仪式祈福，规整拍普渡公灯同时开灯替中元节祈福。今年呢，因为整个疫情趋缓啊，也恢复正常生活，所以原则上我们是照常来举办，那没有人数的一个管制。传统的农历7月，民俗专家提醒讲，今年犯太岁生肖，包括姓福甲姓高的人，爱特别设置撇面去生水，卖使挂平安符。传统拜访兄弟的时，会再准备水果，点过撇面报道，乃至石阶顶一罐一罐的水果，万能代志加较设置咧，就使平安度过几啊月。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